等一心上人，等了前世，等了今生，值得了。我是家族正宗唯一一个女孩。崔氏有一女，名唤石仪，先王曾赐婚于她与皇族。这就是真正的周生辰，手握70万大军的小南陈王。不知殿下可否有意收他为徒啊？自你回西周，坊间就有传闻，说崔氏之女和小南陈王心苟且之事。罔顾师徒名分，罔顾纲常伦理，太后给他定了一门亲事，仍是一门旧亲，还是广陵王。南陈王军反叛了，格杀勿论。逆臣当道，忠臣遭难，天下老臣等无能啊！你殿下蒙冤，臣等无能啊！追随你而去，殿下，臣也随你而去。周生辰，我来嫁你了。长眉连娟，灰地绵渺。色兽魂语，心语于侧。26岁遇到他，如果幸运能活到80岁，也不过剩了54年，不到2万天。没有时间去用心思、用技巧，我要争分夺秒地和他在一起。师爷，你愿意和我订婚吗？我想跟你先注册结婚，过后再补办订婚仪式和结婚仪式。